已经有95年历史的永靖甘秋宫，为了关怀永靖的弱势信众，甘秋宫配合台湾护宪宫甲爱心社团，共同举办寒冬送暖活动。由护宪宫的47会规再来各项民生物资发放给弱势民众。现场毛义姐、义警、义演三义团队丰富的活动内容，将善心大爱传出去。寒冬送暖活动开始进行，先向甘秋宫众神上香禀报祈福。随后举行在满各种爱心物资的47会规的开规仪式。创庙在1927年的永靖甘秋宫，到今麦已经有95年历史。为着要照顾永靖24村的弱势信众，甘秋宫配合台湾护宪宫和爱心社团共同来举办寒冬送暖的活动。由护宪宫47会规再来各项民生物资，发放给240位弱势民众。现场毛义诊、义诊、义演等等活动，丰富规个活动内容。这是咱永靖乡吼，岁末寒冬送暖活动吼，由咱这次由着咱要弘扬咱妈祖的慈悲为怀的心情吼，来举办捐赠物资给需要帮助的弱势团体。好，对啊，这冬令救济岁末年礼这个工作哈，对于3个月前就跟我们永靖乡公所跟鹿港护宪宫协调，也开了2-3次的筹备会，终于在我们护宪宫董事长林兆追先生，他的推荐之下，第一次到永靖乡来举办，当然我们也配合护宪宫。今年算第6次的40尺的货柜物资车来甘秋宫这里办理，希望说我们把这个爱心推广到永靖乡24个村里面的一些需要帮助的一些民众。对甘秋宫的爱心，地方嘛拢真肯定，嘛期待社会各界拢会当共同来响应，帮助社会弱势。今日物资的发送呢，收费的是咱永靖乡24村，由咱的村长共同呢来提供，需要社会关心咱这乡亲。那么伫永靖部分呢，除了咱甘秋宫管理员会，还有咱永靖乡咱的乡农会，还有咱永靖24村村办公处，咱的等等的社团共同呢来接受着咱鹿港护宪宫呢。这个年底关心地方物资发送的机会吼，而且咱再次来说多谢。在咱甘秋宫的庙埕吼，咱嘛举行这个义诊、甲义检吼，还有这个国乐的表演啦吼，来当予咱一挂弱势的乡亲吼，来当度过一个温暖的过年。而且吼，咱嘛看到甘秋宫，予咱的老主委吼，甲咱全体委员。结合咱公所啊，加咱的永靖乡的农会，吼，真济这志工人力资源，吼，来进行这项有意义的这个工作，吼，嘛真使人这个感动啦，吼。永靖乡跩需要的人办这特别有意义啦，所以阮这永盛狮子会嘛全力来支持甘秋宫安尼来办理这个活动咧。这届寒冬送暖活动是永靖第一届以妈祖甲庙宇为主体送爱心的关怀活动，经过了真侪届开会筹备，秉持着妈祖慈悲济世精神，在过年之前发放爱心物资来帮助需要帮助的民众，共同将善心大爱传播出去。新中华新闻北平林永靖采访报道。